冷冻瓶的神秘礼物开箱。刚刚收到一个快递，是王奕律鸭哥给我寄的年货。前任还是好人，那么多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。我最喜欢的那个 GG 衫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还可以？你知道我适合什么？真好看，喜欢，非常喜欢这个新年礼物。这个礼盒是什么东西？噔噔噔！哇，自己的 logo， 它现在有自己的 logo， 很好看。一个本子一把笔，知道我喜欢。外面发生地震。知道我喜欢搞那个赛前的那个技术录像的统计和那个做赛前准备，所以搞了个本子一把笔。鸭哥